讲啦，大家以为我跟江宏杰 CP， 我真的 CP 在这里啦。今天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他跟小美哥穿情侣装。哈哈哈哈哈！情侣帽、情侣发型。我们昨天一起去买的。200多人了。我们今天在干嘛呢？600了，800了。蓝队全部蓝队的人1100人看总冠军赛。哇！1200了。过来。要卖还快，1400，1400。快点。2000人吧，2000人太容易了吧，等一下一下就爆了。那2500人累积人数，累积人数。今天我跟你讲啦，大家以为我跟江宏杰 CP， 我真的 CP 在这里啦。什么时候？所以要拍 MV 了。哇！你会找大家一起来拍吗？如果你们可以来的话，你可以找炳浩，炳浩现在很贵哦。拍 MV 是主角，唱歌版是。哎、欸，这个是 MV 始祖、哦。你们想入境都入境啊，是啊。要收钱，不知道拍什么 MV。就跟以前一样，在云那个跑步的那个，一直裸身跑步啊。哦。张嘉宇，张嘉宇。只有我这个年纪知道、啊。不过我演里面的 MV 的男主角，男女主角就是前姐，我上了前姐，真的是演前女友。结果他今天跟小美哥穿情侣装。他说没有到最后一天，没有到最后一天，你们根本就不会不知道到底 CP 是谁。蓝队水玲珑。上次已经亲过了、啊。崇拜上次的现场。林浩喜、高浩喜，真心的相爱啦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镜头我看。阿公，今天有点不太开心，因为他跟小美哥穿情侣。